王静和曹佑年公开认爱后越来越大方放闪，在520当天两人又借着 IG 隔空传情。王静先是晒出一张个人照片，只见他蹲在地上开心比耶，并在文中写下500+20。曹佑年也同样晒出一个人照片，文中则写下等于520，而将两人贴文数字合在一起就是500+20等于520。且两人照片拼在一起也会发现根本就是情侣合照，两人还身穿情侣装花式放闪，让众多网友看了纷纷激动留言，谁能给我墨镜，要被闪瞎了。那两张照片，那两个文案，闪度爆表，还有人敲碗，拜托继续撒糖，多发点照片，又被填封啦。